啊？他欺负我，他抢我球。我没欺负他，这球跟他玩儿没事。哟，犯横是不是啊？动手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我最烦的就是以大欺小的人。哎，还瞪人，不服是不是？我让你不服。哎呦，我让你不服啊！我不敢了，不敢了。赶紧跟人道歉，快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以后再让我看见你欺负小孩怎么办？哎呦，绝对没有下次了，我不敢了，不敢了。我跟你说，再让我看见的话，我就……哎呦，大侠饶命！大侠饶命！大侠饶命！这是逃命！谢谢大侠。大哥哥，谢谢你了。没事儿，见义勇为我应当做的。玩去吧，拜拜。我站在柳下来风啊。哟，家里来客人了。这就是您家那大儿子。哎，是就是的，还不叫阿姨。阿姨好。哼。哎爸，这态度不是很好啊。嗯，是。你是不是又闯祸了？没有啊。那我提醒你一下。啊。刚才在小区花园里，您干什么？啊、哦。刚才那事儿啊，嘿，传得挺快，你们都知道了。哼，能不知道吗？这就是那孩子的家长。哟，阿姨，您说您太客气了，干嘛还登门感谢我呀？是小小的见义勇为，理所应当。嘿，你这孩子也忒气人了，差点给人耳朵都拧掉了，还说应当。哦，您是那大孩子的家长吧？那您回去问问他，我为什么揪他耳朵吧。柳香，给我站起来，朝这站着。还为什么？揪人耳朵就不对，知道吗？赶紧向阿姨承认错误。我承认什么错误啊？您不知道，他们家孩子特别不像话，我是帮着阿姨教育教育他。教育轮不上你呀、啊，那也是我自个儿的事儿啊。就是，你赶紧向阿姨道歉，快点。我不道歉。我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见勇为，主持正义。你怎么说话呢？哎，你们家这孩子管不管？管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别生气啊。柳香，您消消气儿，要不这样，您先回去歇会儿，我好好教育他，然后带着他上您那儿登门道歉，行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们家这孩子是得好好管管，要不然呢就该归警察管了。你说啥？柳香。是，您别生气，别生气，我回头和他妈一块儿好好教育教育他。哼，慢走，别生气啊。刘霞，啊，你看你惹这事儿，你说这事怎么解决？怎么解决？反正表扬我是不指望了，但道歉不可能。你那意思你还有理了？我本来就没错啊，我看着以大欺小的，我就压不住火儿。那也不能以恶制恶，还揪人耳了你，等你还厉害。我回来了，爸。我回来了，小雪。哟，刘星，外边可有一家长正控诉你呢，你的事迹可都被传开了啊。说什么？说您以大欺小，把人家乖孩子给打了。你下手特别黑，说男人要害 boy 脑袋。来了。嘿，合着就这么给我定的性啊？反正啊，我都不相信，我哥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呢？其实你根本就没打。对呀，我就是轻轻敲了一下他脑袋嘛。啊，你就敲了？人家那脑袋是用来敲的嘛。对啊，万一你给敲坏了，那你就可傻眼了。不止你傻眼，我们一家子都得跟着傻眼。对，我们都得伺候那小孩，知道吗？我以为你长大成熟了，你还这么幼稚冲动。我最看不起这种野蛮人的做法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们干嘛跟我说话呀？你要说什么呀？对啊，干嘛呢？你们这，怎么四个人都站在这儿啊？又出什么事了又？好好问问你这宝贝儿子吧，刘星，跟你妈说说你的光荣事迹。我怎么了？不就敲了一下脑袋吗？啊，他那哪是敲啊？他把人孩子脑袋给打了。对，使劲敲呢。嗯，敲脑袋怎么了？又敲不傻？我小时候妈您净敲我了，我不是照样现在还聪明伶俐吗？怎么着你？你怎么就会惹祸呀你？你敲什么你脑袋呀？你给人敲坏了呢？我告诉你，就你这种孩子，哎，早晚有一天你出了咱家门，你就吃亏。
出了咱家门你就后悔。我今天我就出咱家门看看我有什么可后悔的。嘿，刘香，刘香，你给我站住！刘香，甭拦他，我看你敢开门。你嘿，我看你敢走一步。哎，你赶紧出去！嘿，刘香，你出去你就甭回来。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啊，我刘星却变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，都不理解我。我是野蛮人吗？啊，我分明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见义勇为嘛。哎，我这一腔侠肝义胆啊，全都变成驴肝肺了。有娘儿有泪不轻弹，我早就。干嘛？天都这么晚了，你怎么不回家呀？我跟你说，一般别人从侧面袭击我，我就直接给他玩一大背胯，给他撂倒了都。你还练了啊？咱俩找地儿聊聊去。我请你吃饭。都几点了？你看看，差一刻十二点了都。小雪到现在都没回来，你赶紧再出去帮着找找去吧。啊，这小雪不是还没回来吗？我去找什么呀？兴许她一会儿就能找着呢。什么呀？她一个人出去找多费劲呢，你还不得跟兵分几路啊？没事啊，哎，这么大的小伙子，这会儿啊，指不定在哪个同学家玩呢。你不信，一会儿小雪准拎着耳朵给带回来了。你坐，歇会儿吧，歇会儿吧。嗯，太让人不放心了，真是。妈妈妈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，小雪？啊，没出什么事儿。你没出什么事儿，你那妈妈妈的，我这有。小雪，你也是，没什么事儿，你大惊小怪的干嘛？你不知道你妈现在经不住这个。刘星呢？没找着。没找着，你先坐歇会儿吧。哎呀，你说这可怎么办呢？你说都赖你们。没事干嘛非把他们轰走啊？怎么就赖我们了？是你把他给轰走的？说什么呢？你夏东海，谁把他给轰走的呀？我从外面回来，我都不知道东南西北呢。你们站在那儿跟他吵，然后撺掇着我把他给骂走了。谁撺掇你了？是你主动的把他给轰走的？不可能，这谁主？我轰了吗？您轰了就您给他骂跑的呀。嗯，对，您当时是这么说的，你敢开门他就把门给开开了，完了您又说你敢迈一步出去他就迈一步出去了，然后您说你敢真的出去吗他就真的出去了。嗯，是吗？当然是了，而且我拦着他，我说刘星你别走，你还不让，别拦着他，我看他有胆出去，出去就永远别回来。我现在我说这话了，是你说的。嗯，那该怎么办呢？都快十二点了。哎呀，别急别急啊，我们这就分头去找，好吧？小雪，你小雨，走，一块去找刘先生去。行。站住！不用找了。我跟你们一块去。啊，也行也行，多一个人多一份力，走。这回啊，他把我们给累死了。哎呦，我腿都快断了。哎呦，去哪儿啊？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困死我了，我必须得睡一会儿了。哎呦，不行。起来。哎呀，咱们必须还得接着找去。你别睡一下，东海，你儿子，你哥哥，你弟弟。现在还一个人在大街上流浪呢，快四点了都不知死活呢，你们别睡呀。哎呦，他可能大概没准儿八成应该还活着。哎呦，我能放得了心吗？哎哎，
向东海，嗯，你别睡着啊，你怎么打上呼了你？哎，咱要不要报警啊？啊，报警啊？不用麻烦警察叔叔。哎呦，我回来了，你可回来了你！你可把我们急坏了。我们找你找的腿都快跑断了。是啊，这要报警呢。你怎么样啊？你没跟人打架吧？没磕着吧？你渴不渴呀你？饿不饿呀？你冷不冷啊？让妈妈给你做点吃的吧。啊。不用，我很好，全心全影的回来了。不好意思，十分抱歉，让你们为我担心了。啊，这还是刘星吗？真是我哥吗？是我儿子吗？啊，走的时候还一愤青呢，怎么回来就文质彬彬了？啊，我现在心情非常的好。啊？我出门的时候憋了一肚子的暴风粥。啊。可是现在，我已经豁然开朗。云淡风轻啊。云淡风轻了，什么叫云淡风轻啊？就是云也淡了，风也轻了。你给我们讲讲怎么回事，怎么就云淡风轻了？怎么回事啊？在我最郁闷的时候，嗯，突然打南边来了一位白胡子老头，手里拿着一个蹦白的白拐棒棍，蹦起来给你棍。那是咱小时候的绕口令。到底遇见谁了你？突然啊，大南边来了一位大哥啊，陌生的。小雪啊，来句形容词。就像黑暗里的一缕阳光。对啊，没错，就像黑暗里的一缕阳光。两言三语这么一说，我就想通了，不但心情好，而且我决定了，顺便把我那个爱冲动的毛病也给改了。以后不该出手的时候绝对不出手，遇事三思而后行，再也不做莽撞之人。嘿，这人是什么人呢？太厉害了，好家伙啊，三言两语就把你这么些年没有解决的问题就都给解决了。我当妈的，我天天在你耳边上说，提醒你，教导你，都没解决，这人太厉害了。嗯，说明人家遇见的是个高人呢。嗯，是啊，好家伙，要不是这高人，咱刘星这深更半夜的，现在还跟流浪猫就伴呢。啊，要不然咱们还向热锅上的蚂蚁找他呢。嗯嗯，我站在烈烈风中，我先回去睡觉去了。嘿，真高兴。不是真高兴，是相当高兴。王哥，你还挺准时的啊，这习惯不错。您找我有什么事儿？好事儿啊。哎，你爸妈说没说过让你几点钟之前必须得回家？哦，这我们家没有规定，全凭自觉。你爸妈真是好人。走吧哥们儿，我带你见见世面。走啊。真的，这回这事儿特别好啊。是啊，刚才碰见哎，那是刘星吗？是啊。哎，跟他在一块儿那人是不是就是那王哥呀？肯定是他。哎，你看清楚他长什么样了吗？没有，就看见一光头。你呢？我也没看清啊，就看一光头。哟，他妈都在哪？来，刘星，来来来，坐会儿，我和妈妈跟你说点事。什么事儿啊？我们就是想跟你谈谈。你先问吧。啊，行。你觉得你王哥那人怎么样啊？怎么样？嗯，没人雇他呀。要不我怎么能认他当大哥呢？前几天啊，我和妈妈见着他了，只不过是远远的见了一个背影。哎，是不是又酷又帅又很男人？这个还没看出来，
就是觉得他身上怎么那个有股子江湖气啊。嗨，这就是你们不懂了，江湖无处不在，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恩怨，有恩怨就会有江湖。俗话说的，人在江湖在。刘星，你看看你现在说话这调，你看看你现在这姿势，你能做好了吗？我们在一块儿都聊点什么呀？哎呀妈，我们男人之间的事情你们女人就不要打听了好不好？啊，行行行，你不是你们在一块儿都干什么呀？哎呀妈，嗯，我们男人之间的交往你们女人就不要参与了好不好？行，我不参与行吗？我回屋歇着去行吗？哎，妈妈妈，干嘛？您把我那件衣服洗洗，明天上学还穿呢。你们男人的事儿我就不参与了。那个刘星，现在就剩下咱们两个男人了，聊聊吧。嗯，什么意思啊？你不会觉得我也不算男人吧？没人怀疑您的性别，但廉颇老矣，高不了。这还廉颇老矣。哎呦，这事儿有那么严重吗？对呀，这么紧张我确实不太适应啊。啊，你们是不知道，我和妈妈最近搜集到了一些有关王强的信息，心里觉得实在有点不放心。对，据胖婶说，咱们这片有仨叫王强的，其中有一个就是问题青年，一天到晚跟几个半大小子混在一起，哎，专干混事儿，那打起架来拦都拦不住。嗯，问题是刘星认识的是这个王强吗？啊，也许可能疑似，我们这不是担心吗？万一要是呢？对，一会儿跟刘星谈的时候，你把脾气可收着点啊，别把孩子给吓得往那逆反方向跑去了。行行行，你反正你主谈，我敲边鼓行吗？行行。哎，那我提一建议，你们要是跟刘星谈啊，得有点新内容了，是吧？嗯，没错，要不然咱每回谈都是你说了上句，他都能接下句，他就知道你要说什么。这次啊，嗯，我从传统文化入手，先从一句唐诗开始，他肯定不知道。啊，床前明月光。你们一百个人，99个人都会说，疑是地上霜。我说的这句，他一定没听说过。嗯，枯鱼过河气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，嗯，一条鱼因为交友不慎，非想和鱼钩结成朋友，结果反被鱼钩钓上来晒成了鱼干，只能上那儿哭去了。嗯，好，交友不慎就从鱼被钓上来晒成干切入。喂，各位父老乡亲，回礼。慢，鱼干，鱼干，快点给他讲鱼干。还什么鱼干啊，他穿的跟大黑纱似的。刘香，你这是黑衣服哪来的啊？和我王哥换的，我们俩除了脑袋不能换，剩下的全都能换。夏东海，你瞧，你瞧。没，别急，别急，别急。哎，那个刘香，过来坐呀，我和妈妈准备跟你谈谈，啊。哎呀，有些坐不下呀。嗯？不敢，怕脏了我这身行头。你跟我们说清楚啊，你最近这一段时间都干什么了？你们在一块儿啊都做些什么？对，我当然了，我跟爸爸也没什么别的意思。对，您这句话我什么都没听出来，就听出别的意思了。你这闪开，你不跟我说一声呢？成吧，你赶紧鱼竿，鱼竿。对，这来不及了，我们就想问问你跟王强天天在一块干什么呢？
啊，对呀，干什么呢？干什么？啊，让你们看一眼就知道了。嘿，就干这个。这孩子，你等，你。你说怎么了？就你快去，我操，打起来了，打起来了，终于打起来了。你怎么比那王强还坏呀你？住口！王强可是我的好大哥，我们江湖上最讲的就是义气。如果您再这么说我的好大哥的话，我只能对您说 ，no。我还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妈，我来，让你看看我的葵花点穴手。哎，哈，怎么样，动不了了吧？哦，闪开，闪开。就会超过你们的想象。是时尚，那什么什么对的。